读书不仅可以获取广泛的知识，陶冶情操，还能放松休闲，缓解焦虑，调节情绪。与孩子一起读书，既能留出一些时间与孩子共处，又能要求自己养成读书的习惯，一举两得。对于我来说，读书也意味着和这个世界更加美好的融合。有人说，我不能改变环境，不能改变别人，但我可以改变自己。我深感认同。那读书才能不断的自我革新。我本人几十年来坚持读书，凡有空闲处皆在学习。通过读书可以让自己的心灵与世界对话，与自我对话。我也看到身边的许多人通过读书改变了命运，梦想从学习开始，事业靠本领成就。作为老师，我要远离无知；作为妈妈，我要读书给孩子听，让孩子幸福。因此我选择读书。作为一名语文老师，我期待我的孩子们能因为读书而心灵澄澈，眼睛有光。作为一名校长，我期待我的老师们能因为读书而学养深厚，精神明亮。教师专业发展的路径很多，我认为最持久、最扎实、有效的路径是阅读。阅读是教育师专业发展的源头活水，是门槛最低、投资最少的一种自我提升方式。教师通过阅读可以成为研究型教师、学者型教师，在专业上建立自己的园地，在精神上拥有自己专属的空间，防止陷入职业倦怠。我期待真爱书友会能够成为读者朋友，尤其是广大教师共同成长的平台，成为推动全民阅读和教师专业阅读的一支重要力量。希望参与书友会的每位朋友都能享受阅读带来的无限幸福。我的期待是有更多的教师因为真爱书友会而真正爱上读书。读书改变教师，读书改变教育。我期待借助真爱书友会这个平台，遇见好书，遇见名家，遇见来自各地的热爱读书的朋友们。来，来吧，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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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真爱书友会等你。大家好，欢迎来到真爱书友会直播间，共同开启读好书、会书友的一年精彩学习。我是陈欣，来自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非常开心也非常荣幸在世界读书日通过直播的方式与各位真爱书友见面，共同见证真爱书友会的年度启动。真爱书友会是由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与教育科学出版社共同发起的线上读书社群，是为每一位儿童素养教育计划阅卷用户的专属回馈。我们相信啊，作为教育的工作者，在阅读中我们不一定更富有，但一定内心会更丰盈。而通过阅读，我们也不一定更貌美，但一定可以改变我们的品味和精神气象。在帮助更多孩子享受有趣又有意义的素养教育学习同时，希望阅读更陪伴每一位教育人自己内心丰盈，成为自信、从容、有尊严的人。所以呢，在为期一年的读书活动中，我们为各位书友精选好书，用心设计了导读、领读和伴读，更支持校本共读，培训读书的好方法，一起共建有爱的云上读书社群。我手边的这些书呢，给大家展示一下啊，哦，好厚的一摞，对，就是咱们全年要共同拆读精读的经典著作，既有咱们会三个季度每个季度都会去精读的一本书，教育的情调、教育的目的、给教师的建议，也还有另外九本我们推荐的辅助的读书。所以呢，如果这个五一假期因为疫情我们不能远行，那我就特别推荐大家可以用这样的时间去充盈自己，
我自己其实在里面就特别想去读一读像全世界都想上的课呀，以及下山学校等等，听了很久但一直没有开启的好书。当然了，其实我们更期待和更欢迎的是各位真爱书友们，你们也能推荐自己喜欢的好书，提出你们想读的书，咱们一起呀丰富去创建属于咱们自己真爱书友会的书单。甚至呢，我也挺想邀请各位真爱书友们有机会来到咱们今天的直播间，和更多的书友们去分享读书心得，交流阅读在生活中的美好发酵。所以今天既然是咱们的真爱书友会的启动仪式，我们呢也邀请到了多位爱书人和大家见面。那首先请来的第一位呢，是来自于教育科学出版社的社长李东老师，为真爱书友会的启动致辞。那有请李东老师。亲爱的读者朋友们，大家好。在世界读书日之际，我们教育科学出版社和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共同发起这个教师阅读活动，依托真爱书友会阅读教科版经典图书，共建云上阅读社群，以阅读的姿态守望春天。首先，我代表教育科学出版社欢迎大家参加今天的启动仪式。服务广大教师的阅读需求是我们教育科学出版社的责任。教育科学出版社是国家级教育专业出版社，拥有丰富的出版资源和一流品牌，尤其在教育学术出版和教师教育专业出版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教科社从1980年成立第一年出版的苏霍林斯基的《给教师的建议》开始，40年深耕精耕教师教育出版，推出了很多影响中国教师人生选择和职业发展的经典著作，得到了全国教师的广泛认可。这本《给教师的建议》，还有一会儿李淑英教授给大家导读的《教育的情调》，以及怀特海的《教育的目的》，3本今年大家深度共读的书，是我们教育科学出版社40年出版历程中众多好书的代表。在这里，我也向老师们对教科社给予的关注和肯定表示衷心的感谢，谢谢你们对教科版图书的喜爱。我也要特别感谢为我们导读这3本书的李淑英教授、肖苏教授和石中英教授，他们也是我们教科社长期合作的重要作者，感谢你们的智慧和爱心。这个教师阅读公益活动的成功实施，得益于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的倡议和支持，对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的善举，我们深为感佩。在此，我也要向真爱梦想和潘江雪女士表示敬意和感谢。我们和上海真爱梦想基金会在5年前开始合作，双方合作实施了很多教师培训项目，成效令人鼓舞。去年，我们共同发起创立了真爱教师研修学院，立志更好地服务全国教育工作者的专业发展。我想我们都有一个共识，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在教师，而教师专业成长的关键之一是阅读。所以我们希望通过系列化的阅读活动，将教师专业阅读和教育实践紧密结合，给阅读以品质提升，给实践以专业引导，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希望这个活动是一场思想、智慧和经验的盛会，大家在此交流思想，共享智慧，更凝聚志业敬业的精神力量。我们也期待能够聚合更多推动全民阅读、教师专业阅读的力量。这个春天是如此特殊，然而我们将以阅读的姿态和精神联系的紧密纽带，共同守望教育的美好春天。预祝活动顺利，向每一位参与阅读活动的老师、活动的组织者和参与者致敬，感谢。感谢李东社长。教育科学出版社呢，是中国教育界的重镇，为教育工作者、学生提供了许多精彩的作品。今年呢，恰逢成立40多年。今年呀，咱们书友会要精读的3本经典著作，《教育的情调》、《给教师的建议》和《教育的目的》3本书，社里呢都曾有出版。
而三本书的导读嘉宾也都是教科社多年的合作伙伴。今天呢，我们也请来了他们中的代表，来自于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教授和博士生导师石中庸教授，他也为大家准备了与书友的读书心得。那我们有请石教授。各位老师，大家好，我是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的石中庸，很高兴跟大家在这里见面。今天是世界读书日，在这个重要的日子里，珍爱书友会和教育科学出版社联合举办在线阅读的活动，非常有意义。书籍是人类最好的朋友，书籍记载了人类对于自然、社会和自我的思考，阅读能够丰富我们的精神世界和心灵生活。一个阅读贫乏的人注定不会有丰富的内心世界。教育科学出版社希望我能够在今年第四季度和大家共同来阅读《教育的目的》这本小书，我也感到非常高兴。我会好好准备，跟大家共同来品评由怀德海所撰写的这本很小的但是特别有意义的教育理论读物。谢谢大家。谢谢石教授。在我们的直播间下方的聊天区当中，也有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的教授、博士生导师萧苏老师的介绍。那石教授和萧苏教授呢，他们其实为我们要解读的是我们的夏季和秋季的两本经典著作，也就是刚才跟大家展示过的《教育的目的》和另外一本很厚，但是我觉得真的是很有意义的《给教师的建议》这两本书。所以如果您手里已经有书，可以先读起来，但如果觉得有点畏难，没关系，等一等，两位老师就会给我们带来很有意思的这样的精彩的导读。细心的书友肯定也发现了，说哎，你不是说咱们这个季要读三本著作吗？确实是。那还有一位，他在哪儿呢？他其实离我们更近，今天就来到了直播间。他呢就是澳门城市大学的协理副校长，兼任教学学院和澳门教育发展研究所所长的李淑英老师。但是啊，我呢想把它稍微的再多私藏一会儿，因为李老师要给咱们去解读的第一本书《教育的情调》，是我今年2020年读到的非常非常有意义的一本书，对我很治愈。而且我会发现是说，这本书不只让我一个人感到非常的美好，我的同事也是非常非常多的真爱家人喜欢的，真爱梦想基金会的理事胡斌老师也很喜欢这本书。所以呢，读过了这本书和很多很多书之后，胡老师今年也特别提出是说，今年我们就开个真爱书友会吧。所以真的是在胡老师的倡导之下，咱们才可以在一起开启这么多有意义的好书的精读。所以呢，在介绍李教授之前，我特别也想先请出胡老师、胡斌老师与各位真爱书友去分享他认为的读书对个人发展、对教师成长的建议。那有请胡斌老师。亲爱的梦想合伙人，大家好。春风桃李，我在黄浦江湾向各位致以最亲切的问候。我是真爱梦想的理事胡斌，也是真爱梦想的第一位员工。自2008年我跟潘老师去到马尔康第一间梦想中心之后，至今已经12年了。在这12年里，我跋涉在广袤的中国土地上，非常幸运地结识了数以千计的像张启业校长、杜尚卫局长、刘秀丽校长都数以千计的梦想老师和梦想合伙人们。我们有共同的心愿，让孩子能自信从容有尊严的成长，让我们的老师能自信从容有尊严的生活。我们真是生命感染生命，生命影响生命。非常感恩与各位梦想合伙人的结识。在这其中呢，其实我们有个重要的介质是书籍。如果你知道这句话，梦想是等待发生的现实，生命沙发里这本书，那你一定是跟胡老师相识了10年以上的朋友。依循内心的声音找到自己的宝藏。如果你听过当年的一个放羊娃而后来成为第一批走出国门徐峰老师的故事，你一定知道
《牧羊少年奇幻之旅》这本书。知道如何生存，才能知道它的意义。《活着：生命的意义》这本书讲述的是经过奥斯威辛格集中营而活下来的心理学家弗兰克的故事。弗兰克他说，他找到了人生的意义有三个方面：第一，是要有做有意义的事情；第二，是关爱他人；第三，是要有克服困难的勇气。在他看来，只要内心有力量，外在的束缚是可以超越的。人生不设限，为自己出征。超凡之境恰在凡人路上的朝圣。我相信很多老师都读过这样的书。胡老师是个爱读书的人，因此呢，在今年这个时刻，在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和教育科学出版社共同发起了真爱书友会，胡老师作为推动人。我们希望老师们跟真爱梦想一起来读书。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就是他的阅读史，一个民族的精神境界取决于这个民族的阅读水平。真正的教师一定是热爱读书的爱好者。苏霍姆林斯基也说，读书是教育最本质的活动，读书是学校最根本的任务，读书是发展学生智慧的最基本的途径，读书是作为老师精神成长最重要的源泉。真爱书友会的公益项目是真爱梦想和教育科学出版社共同发起的，为感谢支持儿童素养教育的阅捐客户的公益项目。为支持素养爱好读书的你精选好书，提供导读伴读，以及协助你学校组织好这教书的读书的活动，这样呢，也借此呢，与真爱梦想与合作的区县教育局，更好地为服务我们的老师的成长，顺应老师成为最有好老师的需求，丰富学校的日常教研，还有这梦想沙龙的日常活动，助力书香校园和家育家校共育的活动。总之啊，我们是希望通过真爱书友会支持我们的梦想校长和梦想老师的自身发展。的期待，这是一个线上跟线下的交流平台，我们会时刻陪伴每一位梦想合伙人在阅读中实现自我成长。欢迎您成为真爱书友会的会员，同道相异，内心丰盈，让阅读成为陪伴你教师生涯有益的伙伴，成为一个内心丰富有尊严的人。谢谢你。谢谢胡斌老师。大家应该已经看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呢多了一位嘉宾，对，这就是刚刚已经跟大家介绍过的李淑英老师。李老师您好，非常感谢今天您来到了真爱书友会的直播现场跟大家见面，先跟我们屏幕前面来自于全国各地的老师和书友们打个招呼吧。好的，主持人好，大家好，我们各位老师校长还有朋友们晚上好。李老师您好，特别荣幸啊，因为刚才我跟书友们也分享的是您的这本教育的情调真的是我的心头号啊，每次读起都能够有新意，所以呢也是非常荣幸在书友会的第一本书中就邀请您来跟大家做解读。因为呢接下来我们的启动仪式告一段落，就会直接的请您来为大家分享教育的情调里面的意味深远的很多教育的故事。所以呢屏幕前的各位真爱书友们，在李老师的讲读过程当中，如果大家有任何关于这本书关于教育现象学的问题故事，或者您与孩子相处的故事，都可以在我们的聊天区下方提出来，在咱们的直播也就是李老师的导读告一段落之后，我们也会从中精选一些特别有代表性的问题，请李老师就在现场跟咱们的真爱书友做一些回答和交流。我呢李老师也站着主持人的这个位置啊，就先想问您一个问题请教一下，因为我真的是特别喜欢这本书，所以我读得很细致，我就发现了说其实在这本书的后记里面就提到了说
其实《教育的情调》这本书的外文版在上个世纪80年代就已经出版过了，而且特别受读者的欢迎。我就很想请教您，为什么现在就再一次的会选择将范梅兰先生这本相对来讲比较早的著作再一次推荐给大家呢？是不是有些特殊的考虑呀？嗯，好的，这个谢谢主持人啊，这个问题啊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实际上这个教育学的人文视角，这是一个永恒的主题，所以在什么时候都不是一个老话题。当然这个后面呢还有一些故事，等一下我给大家分享。好啊，那就非常期待了。我呢就不多占据这个时间和空间，也把后面的时间就留给您，正式的开启真爱书友会的第一次的教育情调的精读部分。那有请李老师可以来去共享您的屏幕，给到我们的真爱书友们。好的。在李老师共享的过程当中，也再次邀请大家一边听李老师讲读，一定是远远超越了这本书本身的氛围，也去回忆您记忆当中做父母做老师的时候跟孩子跟学生相处的经历，一些小故事一些小问题都可以提到咱们的聊天区。好，那我就把时间和空间留给李老师，有请李老师为我们开始今天的导读。好的，谢谢主持人。首先啊，非常感谢真爱教育基金会还有教育科学出版社的邀请，有机会来与大家来分享《教育情调》这本书的这个写作的过程和背后的一些故事，一些教育故事。同时也非常感谢我们各位老师、各位校长、各位家长还有朋友们，在网上来参与这样一个读书的分享活动，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所以呢，向大家表示敬意。我也希望，我的这个分享啊，能够对大家的教学，这个与小孩的相处能够有点用。接下来呢，我想以这个题目来开始我的导读分享。题目是重新寻找教育生活的体验。那我会谈教育的情调和教育的智慧是如何去养成。这本书的这个作者啊，这本书啊，大家可能都有一部分老师可能都看了一部分啊，都看了一些。这本书的作者啊，第一作者是 Max von Manen 教授。他是世界著名的课程与教学领域的那个专家，也是教育现象学的创始人之一，是一个大师级的人物，长期在加拿大的阿尔伯特大学教育学院工作，现在已经退休了，年近80了。阿尔伯特大学啊的教育学院，因为他和一批著名的教育现象学学者啊云集在阿尔伯特教育学院，所以阿伯特教育学院呢现在也被称作教育现象学之乡 The Hometown of Phenomenological Pedagogy， 教育学现象教育现象学。那他在2001年的时候呢拿过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奖项，叫课程与教学终身成就奖，就北美 ARA 的课程与教学终身成就奖。这个成就奖呢可能我们的老师不一定听过，但是我说一个人大家可能应该是知道的，就是 Ralph Tyler， 泰勒，著名的教育家泰勒，他曾经就拿过这个奖。这个范梅兰先生也是一位有着两个孩子的父亲，他的两个孩子现在已经长大成人了，大儿子呢已经是爱德蒙顿市的检察官，最高的检察官，但他的小儿子 Michael，大儿子叫 Mark， 小儿子叫 Michael， 现在是阿尔伯特教育医学院的儿童病理学家和医学教授，都已经长大成人了。那他太太也是一位非常优秀的这个初中的语文教师，就是英语教师，那现在也是退休赋闲在家。这本书里面啊，这本小书里面有一些描述是来自于他的两个孩子和他太太所在的那一所当地的中学初中。
那第二位作者呢，就是我本人了。这个我的职业生涯也一天也没有离开过中小学的这个教学研究和高等教育机构的教学科研和管理工作。90年代中后期我去了加拿大，跟范木兰先生呢去攻读教育学的博士，从此呢就一直在从事和非常喜欢教育现象学这门学科，它已经变成我的生活的一种方式了。我也是他的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这个华人的教育学博士，所以我非常幸运。我们国内后来还有一批的这个教授学者呢，这个先后也去那里去做访问，基本上都是我引荐过去的。那这个范木兰先生和我呢都是教育工作者，又是父亲，所以呢都亲身的体验到了这个就是这个小孩啊成长的一个过程。我的小孩已经30岁了，也在加拿大在爱德蒙顿市工作，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公司，他现在是做这个计算机纳米的工程师。所以呢这个我带孩子的过程啊也是受到了叫范木兰先生的这个教育现象学的影响。小孩从小到大7岁就到了加拿大，那一直到现在这个过程啊有很多的痛苦，也有欢乐，也有很多的艰辛。这个过程啊，这个如果是没有走过这个过程的人还不一定能体验得到。这个我在我的这本我们这本书里面呢也有提到其中的一部分的一个故事，比如说我小孩现在这个从初中二年级就开始谈朋友了，谈女朋友了，然后一直谈到现在他快30岁，没有，中间有很多的一些这个痛苦啊快乐啊。那么在今年的2020年2月2号，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倒过来也是一样的，这个终于结婚了，这我也感到非常开心啊。这个小孩已经30岁了，是三十而立，所以成家立业立身立言，我感到非常的欣慰。那么接下来我就希望他们能够快点生一个小孩，如果能生两个就最好了。这个著名的哲学家叫阿伦特，他有句话我以前不太明白，那最近我终于明白了，叫做有了爱生命才得以延续，这很有意思的。这本书啊，教育的情调这本书是为前线的老师来写的，也是为那些做人父母和所有与儿童成长相关的人文工作者而写的。当然那些教师教育的研究者，还有就是人文学科的领域的一些工作者，我们也希望呢能够从中啊获得一些有益的一些启示。这本书啊是作者在与自己的孩子相处，在教学中与我们的学生相处的过程当中用情用心写出来的。不是去知识的这种罗列或堆砌。书不是很厚，这个总共大概是89000字左右，所以很薄的。有16个小小的主题组成的。有很多的读者啊告诉我开始阅读这第一节的时候就有一种停不下来的感觉，就希望一口气给他读完。这个我太太也是，她读了两遍。我有一位人民大学的一位朋友，他也是教育学院的教授，他告诉我他是在飞机上面一口气给他读完的，然后回去以后呢又看了一遍。那个在飞机上大概也就是2个小时左右吧，可能不到2个小时他就看完了。这个我还有一位朋友，一位长江学者，他告诉我他是从南京去北京的火车上面一口气把这个书读完的，读完以后他觉得很有味道，然后又选了几张专门来读，读完以后就马上就跟我发微信了。这个还有我很多的学生朋友，他们有的是初为
人父初为人母的老师，也有一些是从事教育研究的一些学者，他们读完这个书之后，总是想跟我进行一些分享，我也非常乐意。这本书啊，在去年的十一月份才正式发行的，这个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就重印了很多次，读者非常喜欢这本书，我告诉范文澜先生了，他非常开心，当然我也非常开心的。刚才主持人说到这本书的这个最早的第一个英文的版本是在1986年在北美出版的，原名呢叫 Tone of Teaching，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我的左手边这一个 Tone of Teaching， 就你们左手边这一个，如果直译过来就是教学的调子，那后来呢我把这个教学改成了教育，然后这个调子呢我仔细的去感悟这本书里面的精髓，我觉得用情调这个词可能更好，所以呢中文版呢后来就用教育的情调来作为书名了。这个20世纪80年代那个时候，刚才主持人说的那个时候啊，在北美啊，如果大家如果是70后80后的可能不一定能还有这个印象啊，就是在北美呢是一个科学技术和实证的这种思维非常泛滥流行的这么一个时代。技术的思维主导着整个社会包括教育，那一遇到什么问题都是希望有一种技术可以去解决的，比如说这个我们在班上大家都知道，我们当老师都知道的，当个老师都知道，在这个小学中学总会有一两个小孩他好动说话说不停，这个然后呢我们就会把他贴个标签，他叫多动症，他那个叫自闭症，然后呢就想办法去技术性的去解决他，当时那个时候啊是非常的流行在北美。这个所以范文澜这本书当时出来以后就犹如一股春风吹遍了北美的教育界。我在90年代后期就是去跟随范文澜去攻读教育学的博士，那个时候呢我读的第一本书就是这本书，然后我给他就立刻就把它翻译出来了。翻译出来之后呢我一直没有将这本译著去出版。为什么呢？这本书啊读起来非常容易，就英文也是，但是写起来很难，翻译起来更难。不是指文字上的翻译，而是指啊要把翻译出那种叫那种现象学的描述的方式非常难。初稿出来之后啊，所以我也一直觉得很多地方不是很满意，有很多的学者在20年前就看过我的这个翻译的手稿，比如说我们清华大学这个教育研究院的这个我们石中英教授，还有尤其是刘慧教授，首都师范大学的刘慧教授，他到香港去做教育做访问的时候呢，去做访问学者的时候就看了好几遍了。等等，那个后来啊我又把这个手稿啊在内地在香港的一些课程的培训当中呢去使用过，感觉呢这个反应也不都是很好，所以呢就一直觉得不是很满意，所以后来做了一些改写，然后还增加了一些中国文化里面的元素。比较巧的是什么呢，就是在2000年之后这个范文澜这本书的原来的这个出版社他跟另外一家大的出版社进行了合并，然后呢范文澜收回了这本书的版权，那这个时候呢范文澜又看到了我做了一些改写或增加了一些中国的一些故事，那么就有了跟我一起来合著这本书的这样一种可能性。而且出版社我们中国的出版社也就比较简单了，就直接跟范文澜先生或我来进行打交道了，所以呢就方便很多，所以我就不再拘泥于英文的一些限制，增加了一些章节，将顺序也做了一些调整，
还特别用了一个章节来解释什么是教育现象学。因为这本书啊，它比较特别，是以教育现象学的这种视角来写的。如果不明白什么是教育现象学的话，你就很难读得深入，就很难产生共鸣，是这样一个回事，这样一个回事啊。这本书啊，这个非常感谢教育科学出版社，这个包装非常精美。这个左边这一个教育的情操，大家看到里面有些有几个小孩子都 daydreaming， 好像在做白日梦一样的，在 wonder， 在好奇。这是范伯南，他和他的两个小孩在一个加拿大空旷的一个原野去凝视北极光的时候，那个故事用的是那幅图来做的，设计非常漂亮，所以非常感谢我们教育科学出版社。这本书啊，有两个特点，一个特点呢就是薄，这个学术著作最忌讳的就是薄。其实我们出版社在出版书的时候也非常忌讳是薄，所以这个包括我们的这个编辑啊也跟我说过，那学术著作最讲究的呢是学术的话语，这两个呢正好跟本书相反，这是一个特点。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我们希望，我们两位作者希望抛开我们教育学的理论和学术的观点，抛开我们的前见和成见，直接去关注儿童的生活体验。前见是什么呢？前见就是我们之前对类似这样的生活体验的感受。什么叫成见呢？成见就是我们看到一个现象的时候，我们马上就会说，哦，那个现象我们已经看过了，那有什么了不起的？那不就是一个马斯洛的什么什么理论吗？那不就是什么什么理论的一个表现吗？我们会这样来说，这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自以为是、想当然。大家都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独特的个体，每一个人文的体验都是独特的，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啊，我们都需要担心，都需要小心，前见和成见可能会成为我们的偏见和误解，错误的见解。我们在这本书里面就是希望我们的老师和所有的人文学科的工作者，甚至家长、夫妻或者朋友间，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和教育生活中呢，能够抛开我们的这些成见。这非常难，但这本书呢，想试图引领大家呢去读的时候就能这样做，这非常难。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学的理论、学的知识太多太杂了，我们经历的也太多了，他们会根植在我们的脑海里面，影响或者阻碍我们呢去理解对方，去关注他者的生活体验。还有一个视角啊，就是一位优秀的父母和教师面对孩子的时候呢，他总是会这样来想，这个孩子在这个情境当中是什么样的一种体验呢？在这个独特的情境之下，我应该怎么做才能对这个小孩是最适切的了，最恰当的了？现象学的方式啊，它能够让我们努力的朝着这个方向去前进，去重新寻找生活的体验，去关注生活的体验，然后唤醒我们的教育的机制和敏感。这就是这本书的一个方式，大概的介绍一下。体验这个词呢，我用了很多。我记得我在2001年在第一次到中央教科所，当时叫中央教科所，去做一个分享的时候，这个后来报告里面，后来新闻里面，他提的最多就是说，他说我这个报告中出现的最多的、频率最高的这个词就是体验。
确实后来我发觉确实也是这样子的。那现在啊，这个词已经为我们的教育工作者和大家和学者都非常熟悉和使用了，这都已经20年了。那这本书是从这个开始的，叫重新寻找生活的体验，从这个开始的。那我就以这个作为我们的开始起点。大家可能会觉得很奇怪，生活的体验还要去重新寻找吗？生活的体验，那就是我们体验过的生活了，还需要去重新寻找吗？这个问题啊，其实很有趣，也是我们希望我们的读者啊，我们的老师、家长带着这个问题来一起来读这本书。读完之后呢，希望你们会有一个答案。大家都知道，我们从小到大都会有很多的好奇心的，非常好奇，从小开始所有的东西我们都会觉得好奇，慢慢的我们长大之后呢，我们还会好奇，但是呢好奇的东西要少了很多。我经常跟我们的这个研究生这样说，我说啊，所有的优秀的研究都是从好奇开始的，如果你对一个现象感到好奇的时候呢，你就会找到很好的研究的问题，你就去追寻它，你就会出来一个很好的成果。那我们有些研究它不是这样研究的，它是为了研究而研究，为了职称而研究，为了其他的一些功利来去做研究，那不是好奇，那是没有用的。所以我说优秀的研究它都是从好奇心开始的。所以我说啊，我们日常的生活中我们会感到好奇的，都会感到好奇的。比如说我们可能会好奇，我们今天是来读书的分享，我们就问一问这个问题，阅读的体验是什么样的呢？大家想过没有呢？大家在阅读的时候有没有这样一个体会？当你非常非常着迷的阅读的时候，周围的一切你都不知道，你的朋友、你的太太、你的丈夫跟你说话你都听不到，然后当你听到的时候你会猛然一震，啊，对不起，好像被什么东西把你从另外一个空间给拽回来了，对吧？所以这个阅读的体验非常的有趣。当我们非常沉迷于在着迷于去阅读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呢会大笑，有时会很伤心，会哭，有时候呢会义愤填膺，气得不得了，这个非常有趣。但是我们去好奇过吗？你好奇过吗？阅读的体验是什么样的？阅读啊，也有很多人独特的体验，比如说有些人喜欢在屋顶上面来进行阅读，像这样，还有一些人喜欢在这种场合来阅读，在沙滩，他觉得很有意思，还有一些人喜欢在黑暗中来阅读，这个更有趣，有些人喜欢在厕所里面来阅读，这个在自己的厕所旁边当然也是搞得干干净净的，然后会有个小小书架，有时候就拿本书在看，但不一定是健康的。还有一些呢，现在电子的阅读，对吧？那么还有这样的形式的一种阅读，就在休闲的时候总是会带上一本书，那么在汽车里面、在飞机上面、在火车上面来阅读，有些人喜欢在汽车里面来阅读，比如说这个要看书的时候呢，他就跑到这个车里面，躲到车里面来看，在等人的时候就把这个书拿出来看一看，养成这个习惯了。还有这样的阅读方式，这样的，这个我们父母亲跟小孩的阅读通常是在晚上睡觉之前，这种非常奇怪，阅读的体验很独特。有些人就会问，为什么我们要去好奇呢？这个阅读的体验有什么用呢？有什么样的意义呢？我们一想的是一些功用似的，其实啊，
当我们理解了人的不同的阅读的体验的时候啊，这个时候你会出现一些很好的东西，你会变得非常的敏感。如果大家这个出过的走过一些国家，走过一些非常高端的很好的大学的话，你会发现它的图书馆里面呢，它设计的是专门是针对了不同人的独特的阅读体验来进行设计的。甚至在厕所里面，那个厕所不是我们那种，那是做得非常好的，它会有像一个书，有很多的书架在这样式的东西。那么在一个书的，在一个拐角处，在一个大柱子的旁边等等，它会非常，我们说人性化、个性化，实际上是它的敏感性。比如说我们还可能去好奇那种以考试为中心的课堂教学的体验是什么样子的呢？我们想过没有？我们大部分老师啊，都是在这样的一种情境当中去上课的，像这样的。但是你们好奇过吗？那种体验是什么样的？大家看这张图，这张图呢，是我亲自拍的，是我带着我小孩，那应该也是十几年，比较老了。带着小孩去回家，回老家去探亲，然后在老家的一所重点的高中去去参观的时候，我儿子顺便从窗外看到里面，我马上就给他拍下来了。他问我，因为他问了我一句话，说这个爸爸他们在干嘛。因为在爱德蒙顿，在加拿大的爱德蒙顿市的那个中学里面，不可能看到这样的情景。那我们看多了不一定非常的好奇了。所以啊，生活中呢，我们会对很多的体验感到好奇的，想知道。可是因为我们太忙了，我们有时候会变得麻木不仁了，看得多了，见得多了，然后呢你就视而不见了，你就看不见了。当你看不见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啊就很糟糕，这个时候我们就丧失了我们对某些生活体验的那种敏感性。当我们丧失了这种敏感性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就我觉得非常的危险。所以我们要从好奇开始。那我们来举个例子，我们老师举一个我们这个书中的一个例子来给大家一块来分享一下。如果读过这本书的呢，你可能会看到这个是在51页，教育群教的第51页，讲这个表扬和赞赏的时候，这个我用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这个现象学的描述呢，是我有一次在采集现象学的文本数据的时候，然后我问一些老师，其中有一个语文老师，我问他，你记得最难忘的一件小时候做学生的一件事情吗？这个老师他马上就告诉我，他说我记得，然后呢就这个滔滔不绝的就跟我把这个故事讲完了。然后我一听，这个故事里面有很多东西可以去看看的，然后就把它写出来了。这个他是这样说的，这个老师他说啊，这个读书十几年，有很多老师都教过我的英语的，他们都有自己的风格，都给我留下了很多的印象，很深刻的印象。其中有一个老师让我呢真是印象非常深刻，我还记得他的名字，他是叫朱老师。他说这位老师啊很漂亮，也很和蔼，非常友善。那个在初一的时候呢，我的英语成绩很一般，到了初二的时候，我却渐渐的喜欢上了英语，每天都盼望着英语课的到来。跟以前比呢，我感觉我上课专心多了，作业也认真多了，回答问题也积极多了。这些朱老师都看在眼里，这个学生他能看到朱老师在看他。后来的一次英语考试真是令我终身难忘。是一件什么事呢？很小的一件事，那是一次英语的单元测试，我自我感觉考得非常的好，很顺利，除了一个单词漏写了一个字母之外，
是可以得满分的。试卷发下来，我赶快打开试卷一看，是满分。而且呢，朱老师在班上还表扬了我，说我进步这么快，希望全班同学都向我学习。当时我的心里面就像喝了蜜糖一样，非常的舒服。这个老师对我的肯定啊，也是对我的最高的奖赏。然后他说，其实啊，并不是朱老师没有看发现我的错误，因为呢，我注意到他在我的错误的单下面画了一个横线，然后把漏掉的字母还写了出来。然后我猜想啊，他之所以这么做，一定是为了鼓励我，激励我。他的这样一种鼓励，促使我在以后的英语学习中更加的努力，更加的认真，更加的细心。就这样一个小小的故事。这个故事啊，大家想想看看，我们今次来参加分享的，我相信大部分都是老师，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个故事在我当老师经常会遇到的，没什么了不起的嘛，是很平凡的一个故事啊，是不是啊？对不对？但是如果我们抛开我们的浅见，我们的成见，先别看它什么了不了不起，我们先来关注这种生活体验，然后我们来做一些现象学式的发问，我们试试看。一个确实是一个很平凡的故事，类似这样的故事呢，很可能曾经发生在我们的身上。或者这个我们的身旁。但是我们想一想，为什么我们的孩子对这个故事却是印象这么深刻，难以忘怀呢？哎，我们觉得没什么，但这个小孩觉得很特别，为什么呢？这位老师有什么特别之处吗？我们再问，这个成绩很一般，但是呢，到初二的时候，他慢慢的会喜欢上了英语，慢慢的喜欢上了英语，渐渐的喜欢上英语了。不但如此，每天都盼望着英语课的到来。我不知道大家当老师的有没有这感觉，如果你走进课堂的时候，有没有老师，有没有学生是翘首以盼，盼望着你的课的到来啊？我们优秀的老师能感觉到的，当学生这个手背放在后面，挺着胸膛，看到这个门外的时候，他一定是非常期待你的。如果你看到这学生眼神一撇，那是不期望你来的。他不看，他在告诉你，你看，又来了，真讨厌。但是，这个学生会慢慢喜欢上英语，而且每天都盼望着英语课的到来，很奇怪吧？这个魔力很有一种魔力的，是因为老师关注他吗？老师跟孩子的关系会对孩子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还有，我们还可以问，在错误的单词下面画一个横线，并且把漏掉的字母给写了出来，同时还给这个孩子满分。这个动作，我们来好奇一下，我们当老师的，我们来好奇一下，是有意中的无意呢，还是无意中的有意呢？还是一种融入这个老师的身体的一种身体的体质呢？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一种知识？我们可以去问。这个老师这样做好像要是有目的的，他好像对小孩在说，你看，我知道你错了啊，你下次一定要小心一点啊，对吧？我们还可以问，给这个孩子满分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老师对孩子的表扬意味着什么呢？讲过吗？这是我们在那个章节里面说到的。我们还可以好奇，一旦好奇，你的思维就打开了，你就不会去想那些理论了。老师引号随意的给满分，是否有违教育公平呢？是不是有违教育公平啊？大家想想看看。这有些老师马上说，哎呀，真的哦，是好像这不公平啊。
那有些老师说，哎，那对这个小孩产生这么大影响，好像也是公平啊。但是你去好奇，你就会去想这个问题。我这里没有时间给大家展开，我可以给大家一些稍微一些稍微一些提示。比如说，这个考试不是一个单元的测试，一个小小的单元测试，而是一个升学的考试，一个决定小孩命运的一个 benchmark test， 一个高风险的考试 high stake test。 那又会怎么样呢？如果是一个小小的平时的一个小小的游戏，小小的测验，这种又会怎么样呢？当然还是有公平的问题，对不对？那么好的老师，他能记住那些公平公正的一些标准一些准则之外，好的老师他究竟具有一些什么样的特色了？他敢不敢冒险？我们有些好，有些老师是不敢冒险的。那老师是个好老师吗？没有答案，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我们再问一个非常根本的问题，课堂里面就是要教学的，那学习对这个孩子意味着什么呢？什么叫学习啊？这个小小的故事当中啊，有没有教和学呢？你看，当我们一好奇，我们就发现生活的体验里面原来蕴藏着很多很多的它的一些生活和教育的意义，可以让我们去思考去反思的。我们还可以问，还可以问更多的问题，只要你好奇，你的问题就止不住。比如说那个老师，他当时意识到了他那个小小的动作对这个孩子产生了那么深远的影响吗？意识到了吗？他此刻还记得这件事情吗？可能过了20年，有一个人拎着一袋水果来找这个老师，老师你还记得吗？20年前你跟我说过这样一句话，对我做过这样一件事，我现在还记得，我真的非常感激你啊。但这个老师还记得吗？我们还可以问，这件小小的一个片段对我们的教师教育和我们的教师培训有什么样的启发呢？大家想过没有，我们现在的教师教育和教师培训啊，有很多很多的技术化的一些东西，但是而且用的是培训，是技术化的。但是这个小故事对我们的教师有什么样的启发呢？大家也可以去想一想。其实我们做老师的啊，我们最需要的就是在我们的教学当中啊，去对这样的一些小小的片段去进行重新寻找生活的体验，去感到好奇。我觉得这就是目前我们的教师教育和教师培训方面比较缺失的一块。这个我在有一些文章里面我也提到了，在两篇英文文章也提到了。这个教育行销这本书啊，就是希望我们能够打破教育的理论的藩篱，给老师、给家长、给教育的管理者和教师、教育的研究者一个非常新的人文视角，去领悟教育的现象和教育生活的体验，唤起我们对儿童和学生的生活体验的好奇，而不是去想当然，促使我们呢发展我们的教育机制，让我们更加智慧的与我们的学生相处，与我们的学生融洽的相处，而这恰恰是真正的教育学发生的一个重要的条件。我也经常跟我们的学生说，我也跟我们的老师说，因为现在我是做这个校领导，有时候我们在学校的这个层面跟老师说的时候，我都会这样说的。我说啊，教学的一个黄金的原则，大家要记住，就是教与学的关系，就是老师跟学生的关系。如果你能融洽的相处，能互相能够理解，这个时候教学才会真正的发生。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老师连学生的名字都叫不出来，他家庭的情况也不知道，他的兴趣爱好都不知道，你如何去让真正的教学发生呢？那不可能的。那你的教学，我想肯定是教书，
而不是教学，而不是 teach to learn， 或者说 teach to learn to learn， 教学生学会学习，那就更谈不上教育、教人或教导了。如果是教书的话，不跟学生没关系，你不需要建立任何关系，你就把它当成一个木头就好了。就是我们的鲁杰教授，我们的著名的教育家鲁杰教授说的，他讲他的一个故事，你就把学生当成木头好了，把学生当成一个容器好了，你灌进去，灌不进去拉倒了，不关我的事，我的职责就是把书上都教完了就拉倒了，交了书本就可以走。好了，这个这种教育的机制和敏感啊，智慧是非常的重要的。就是我们在为人处事，在我们的教育生活、朋友之间的这些人这个相处的时候，这都很重要。这里我看看有没有时间啊？有时间的话，我可以大家再可以再举一个这样的例子。那个，比如说那个，我在加拿大去读博士的时候，我们这个范木兰先生啊，经常会让我们去做一些分享，去谈一些生活的一些体验，有时不光是教育方面的，有时还会有其他的一些，比如说握手啊、眼神啊，还有这个见到朋友突然一下叫不去记不起名字，然后那种尴尬的情况啊，那种体验。那其中呢，这个我们讲了一个教育方面的，就是我们这几个同学在一起，那有一位当地的老师，他就跟我们讲过这样一个故事，就是很有趣的一个故事，有很多东西可以值得我们去好奇去思考。他说他在有一次他遇到了这样一件事情，就是那是一周他这个每天在去上课，然后呢就总是发现有一个学生啊老是迟到，这个星期二也迟到，星期三他还是迟到，星期四他还是迟到，他按照惯例了就跟他说，那你下次小心点啊，怎么又迟到了，这个今天怎么比迟到的比昨天还要长一些，怎么回事啊，下次要注意啊，就在惯例的上说一下，然后这个学生呢就回到座位上面去了。那么到星期五的时候，这个老师说这个学生又迟到了，而且呢看着他脸上也不是很开心，这个一副不在乎的样子，画着个书包吊儿郎当就进来了。这个老师呢他还是这样说，你怎么又迟到了，下次一定要注意，不能再迟到了，否则的话我要扣你的分了。就这么一个小小的故事。然后这个老师说啊，到了周末的时候，星期天的晚上，他突然接了一个电话，电话铃响了，是校长给他打过来的，校长给他问候，然后声音比较沉闷，跟他在聊一天，你是最近怎么样啊，教学也是什么什么什么有什么问题吗？然后讲完以后呢，这个校长就说，你知不知道你的有一个学生啊叫什么什么名字，他已经走了。这个老师一听马上大吃一惊，哎，是那个小孩啊，那个个子高高的。那个老师马上心里面就开始在转了，他说哎呀，我怎么没早点看出来了，没早点发现这个问题呢，要是我早点发现那多好啊，那也许我就挽救了一个生命啊。但是他在心里这样想，他也不敢跟校长说，因为他跟校长，他想如果我跟校长说的话，校长会不会怪我，会不会怪我这个是我没有去挽救一个学生啊。然后呢这个老师还是就是按照平时的一样跟那个老师说啊，这个我也这个非常伤心，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真可惜，这个怎么的，就这样就过了。就这样那个，但是然后他在讲的时候还讲了一些其他的事，就这么一个小小的事，我们经常会讲到很多其他的啊，你看这里面就有很多东西我们可以去考虑的，是吧？好了，这个我不想讲的太多啊，就是《教育的情调》这本书啊，它从不同的生活的体验去追问其中的一些教育的意义。像这里我就把那个书目给大家列出来了，可能大家这个有兴趣的你可以去读。比如说我们在谈到了这个
每个小孩都有被看到的这样一种这个体验。然后呢，小孩子对秘密的体验是怎么样的，还有小孩子是怎么去感受我们的债的。这个债啊，这个词很有意思的，债就是在场嘛，比如说妈妈在我身边，爸爸在我身边，爸爸妈妈都不在我身边，都跑去外面打工去了，我一个人留在这里。那个什么叫债？有些人，有些父母亲，有些老师就每天都在学生的身旁，可能学生他体验不到这个老师的债，体验不到这个父母亲的债，因为他心不在。可能有一些家长呢在千里之外，但是这个小孩他能感到一种强烈的母亲就在我身旁。比如说我们在写作业的时候，他就会说仿佛母亲他的眼光在从后面看着我在认真的写作业的。那这里也是一个小小的一个有一个一个小章节，大家可以去看看。还比如说气氛的作用等等，气氛的作用等等。我可能还有一点时间，我很快给大家再讲一个，比较花个十五分钟左右吧，讲一个体验，然后我们就可以结束我们的这次分享啊。这个在教育的群教里面第81页，讲了一个对儿童对秘密的体验。这一章呢是我在主持我写的，这个是跟我小孩有关系。这个对秘密的体验，我们好奇过没有？作为我们父母亲啊，我们的家长啊，可能都会，尤其是我们初为人父、初为人母的这些大人啊，他都会有这样一个体验。当这个婴儿刚出生不久的时候，你给他做一个动作，他一定会很开心，会开始笑，就这个动作叫做红色的眼睛突然一展开，这个小孩就哈哈哈就笑起来了。那你再来，他笑得更开心。他看不到你，他觉得很开心，他好像躲开你了，很开心。到大的时候，他真的想，他要躲起来，就是我们叫捉迷藏。他躲起来非常开心，你找不到他，他笑得这个合不拢嘴。然后呢，小孩慢慢的，他就有一种对秘密的体验。比如说，父母亲跟他说什么事不能做，他可能就想去试一试，就要去做一做。然后等父母亲发现以后呢，他马上把手放在后面。然后你再跟他说你做了没有？他说我没做啊。但是呢，那个时候呢，小孩他还不能保守秘密。如果父母亲说你不告诉我啊，你那个秘密已经在你的额头上了，他马上真的吗？真的吗？他不这样子笑的，因为他保守不住了秘密，马上就可以套出来。再往后的时候呢，小孩就开始有了秘密，对不对？这个我小孩就这样。然后这个放学回来，你问他今天上学怎么样，不怎么样，这个开不开心，无所谓了。然后呢，自己走到自己的书房，砰了一下把门关了。这个时候啊，父母亲，我们的老师啊，就开始害怕了。哎呀，这个小孩怎么回事了？是不是打架了？是不是谈男女朋友了？是不是出了问题了？等等的。然后再怎么办呢？就悄悄的去把抽屉打开去看一看。老师呢，可能还有时候还会去跟踪一下。再往后，小孩大一点，他可能不但不跟你说，你还真的不知道他是什么秘密，都不知道了。所以这个秘密啊，这个体验啊，非常也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去好奇的一件事情。这个我这里放一些照片给他看看，你看正捉迷藏，这个小孩想躲起来，但是呢，他也躲不住，他就是把他的眼睛蒙住了，就是很好的这种捉迷藏。但大一点的时候呢，小孩的有了秘密，我喜欢独自一个人去那个地方，静静的去思考一些事情。有时候呢，我会独自的一个秘密悄悄的去，我会躲在桌子底下，我感觉很好，因为我觉得那里非常的安全。当我想单独一个人的时候呢，我会爬上树梢，俯视下面，大家看不到我，你看我能看到他们，然后安安静静的，觉得非常的舒服。
那我们要好奇，当我们好奇的时候呢，我们就要试图去排除我们那些成见去。所以呢，我们从词源学的这个角度先要做追踪，因为词是阻碍我们去追踪生活体验的一个第一个障碍，就是词。这个秘密这个词，原来它就是分开的意思。那就是从第一个开口来追踪它。然后呢，我们要去问这些大人，包括问孩子，你记得的第一个秘密是什么样的？是什么？可不可以告诉我是一个什么事情？当时发生什么事了？那有些人还记得很清楚的，这个会跟你说出来。然后呢，对这样的一些秘密，就像我刚才给大家展示的一些故事一样，然后我们从中呢去做一些反思。去反思的时候，不是你一个人去看，你一个人可能看不到。就像我刚才把那个故事给大家，你不一定看到，但是你找到一群人来进行分享的时候，这群人呢要有不同的层面的，有不同层面的人。这个是一个研究的一个过程啊，这种可能我们的老师不一定要知道，但是我可以说一说，你可以找一些这方面的一些学者，然后呢找自己的同事同行，然后甚至找一些学生，一些孩子，就是中学生，然后在一起大家一块来敞开式的对话式的来分享，你才能够去追寻。然后呢，我们就会发现很有趣的事情，秘密啊。我们通常呢觉得是在自己的内心里面，其实不是，秘密一定是在外面，不在你的里面。在外面，它一定是与外面的一个人相关的，与他人相关的。所以找秘密是找外面，不是找里面。那还有呢，这个秘密啊，它代表了你的一个自我，就是你一个内在的我。当我们隐藏秘密的时候呢，实际上我把我的自我给隐藏起来了，是不是这样的？当我们有秘密的时候呢，我们真的体验到了我的内在性是一个内质性，我体验到了一个内在的我，还有一个外在的我。这个小孩慢慢这样体验的时候，实际上他在成长，在长大了。秘密啊，它会将我跟家人，将我个体跟群体分离，这就是 secrets 的意义。秘密呢，它跟我的自我认同、个性、独特的我是相关的，是吧？秘密啊，当小孩开始有秘密的时候呢，他就开始生活在两个世界里面，一个外部的世界，一个内心的世界。这个秘密啊，你的体验，我们的体验，可以让体验到了这种脆弱。当我们有秘密的时候，我们感到非常的难受，非常的脆弱，很害怕。为什么呢？因为秘密很难隐藏起来。秘密呢，有时候啊，我们能体验到一种力量。你看，我知道这个秘密，但是其他人不知道，你能感到一个 power。秘密的保守啊和分享，可以扰乱我们构建亲密的关系。所以呢，秘密是关系存在的一个条件。我们处好朋友的时候就没有什么秘密，是吧？有很多都是公开的，但是实际上还是有秘密，是不是？所以如何去处理好秘密的关系，就是学会处理好人际关系，是不是这样呢？我们的小孩他真的要慢慢的朝这个方面来做了。这个秘密是建立生活有意义的关系的一个前提的条件，这都是我们在好奇的当中发现的它的存在的它的本真的意义。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要问，我们为什么要去寻找儿童的秘密的体验呢？它有什么教育的意义吗？其实啊，我这里只说了一点啊，说了一些，列举了一些。其实我们会发现，小孩子有了秘密了，大家不要害怕，不要担心他，他是在成长的，他是在走向独立的。有了秘密，小孩就慢慢的有了一种独立的意识，是不是这样呢？能保守秘密是成长的一个标志，能够保守秘密，而且能够与自己最亲密的人去分享这个秘密，这更厉害，这更加是一个成长的标志。也就是说，这个秘密我要烂到我的肚子里面去，
这个人还不是很成熟，他会闷出毛病出来，还有更多的一些意义。所以了解了这样一些东西之后呢，我们作为父母，作为家长，作为人文科学工作者，其实啊，在社工我们都应该要知道，慢慢的我们要给孩子啊留下一些秘密的空间，让他去成熟成长，去长大，这才是非常好的事。这个我经常讲这样一个事，就是我的一个同学跟我差不多大，这个他这个小孩，这个我结婚比较早，生小孩也比较早，那他生小孩比较迟，所以他一个小孩才23、24岁。那有一次我跟他聊天，我就问他，我说你小孩怎么样？那个小孩很可爱，你小孩怎么？那小孩这个不在他旁边了，我就跟他说，那我小孩很乖的。我说你小孩现在谈了朋友没有啊？没有。我说你怎么知道啊？我的小孩很乖啊，他什么都跟我说的，他不可能不跟我说的，所以我什么都知道的。我说你真的吗？他真的。这个每次暑假回来，他都会抢着跟我们跟爸爸妈妈一块睡的，他被睡在中间。在洗澡的时候，他也没什么顾忌的，他光着屁股就出来了。然后说我的小孩很乖，所以我不担心。像有些小孩，你看他不听父母的话，什么都不跟他说。我当时就在想，我说这个你可能要小心的，要担心的。你的小孩可能还没有完全成熟，还没长大，你应该给他一些这个自己的空间，让他有自己的秘密。你要让他的秘密去慢慢的去成长，这样他才会长大的。他不可能跟你一辈子的，他什么都告诉你，那什么都你要都需要去指挥他。后来我听了我的朋友听了以后呢，他才猛然醒悟。有些变化。好了，这个我这样说的啊，就是在读这本书的时候啊，我觉得你会发现啊，这个写作的语气，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子的。这个如果还没读的，你可以去试试看看是不是这样子的。就是这种写作的这种语气呢，从开篇到收尾，每一个主题都这样，都不是一种肯定的、武断的这种语气。而是一种好奇的追问，这就是一种典型的现象学的写作方式。大家再回过头，读完这个书之后啊，我们再回过头来再与大家分享这本书的时候啊，我们可以再来进行来分享。还有啊，就是像我刚才讲的这样的一些事情，还包括我们的老师啊，我相信有很多很多的一些这个体验，教育生活的体验。包括夫妻之间、朋友之间的一些体验，我想我们在下次分享的时候啊，如果你有一些好的一些这样的一些体验，你现在突然猛然想起来了，如果你愿意的话呢，您愿意的话，您可以把它很快的、短短的写下来，不是一篇优秀的作文，就是一个短短的片段，你可以发给我们的主持人，我们下一次我们可以来做一些分享，好吗？这个我相信可能会更加的好一些。接下来我想跟大家谈谈这本书的名字，叫教育的情调。我为什么把这个名字改成教育的情调？什么叫教育的情调？我们怎么去养成教育的情调？有很多的读者包括朋友都问我这个问题。这个大家一想到这个情调这个词，大家一定想到的是很浪漫的一种情调，是吧？这个烛光下的晚餐，是吧？恋人的那种在一起的那种非常浪漫的情调，但是教学的情调、教育的情调是什么样的呢？这是我的这个我在书上呢稍微点了一下，就是所谓的情调。我们先说情调吧。情调呢是人和人在交往的过程当中的一种情感的体验，它是一种情感的体验。这个人和人在交往的时候呢，有两个因素很重要。一个是在生活情境当中，那个情境当中它会营造出一种气氛，那种气氛呢有时候你感觉很不对调，
就很不好，有时候你感觉非常非常的好，变成一种氛围，就是情感的氛围。还有呢，在那种那个交往过程当中呢，你会形成一种关系，会一种关系，这种关系呢，就是你会建立一种师生关系啊、朋友关系啊等等关系、恋人关系啊，就是会有一种了解。这个情感的氛围和人际关系呢，这两个它会影响你的这个情调，是吧？这是情调，它是适用于所有的。那么教育的情调，也是适用的。它是教育的过程当中，教和育的过程当中啊，我们的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他的一种情感的体验，是吧？非常奇妙的是什么呢？在这种教育的情调当中，教育者跟受教育者他的关系是可以转换的。所以好多老师啊，这个孩子呢，他是感觉的孩子呢在教育我，让我保持一种开放的态度。这个孩子，从孩子那里我看到了很多很多的可能性，比如说在未来他会有很多很多不同的一些变化，然后我突然会想到，我其实作为大人，我并不是没有可能性，我的可能性也是很多的，所以它是互相转换的。这个有情调的教育者啊，他都是充满着教育的智慧和教育的机制，所以我们呢，希望我们在我们的教学生活当中呢，我们能够去培养我们的这种教育的智慧和教育的机制。最后呢，我想提提这个教育现象学是什么啊？这样的话可以做一个稍微的一个引入。我大家在去读的时候呢，因为这是一个导读会，所以我在想，可能是不是把这个给大家也稍微提一提。教育现象学是什么呢？教育现象学呢，它是教育学里面的一个分支，它是一个教育学里面的一个独特的人文的视角。教育学有很多量化的视角，但是教育里面通常是人和人在交往，所以它要有一种人文的一个视角，这就是一个人文视角。它关注他人的这种独特性和生活的体验，它会把教育看成是老师、成人跟小孩如何相处的一门学问。对啊，用的是学问，不是科学。所谓学问，就是说在不断的去追问，不断的去追寻，去好奇，然后呢，去形成一种敏感性。这样的话呢，通过对生活体验的这种追问和研究，好让我们更好的理解自己，然后理解他人，从而更好的相处。其实我们朋友间啊、夫妻间，还有我们这个同事间，都是这样的。我们要想更好的相处呢，那就需要我们更好的去有一种关注他者的这种独特的体验和独特性。所以教育现象学它是一个这个视角呢，它能让我们去保持一种好奇心，去探究，去追研究，去重新寻找我们的生活体验，让我们不断的去反思，从而使我们更加敏感，更加智慧的得体的去行动。好了，我的这个分享就到这，因为时间关系啊，祝大家有一个非常愉快的阅读体验。如果大家有些好的故事、好的体验呢，短短的片段都可以，最难忘的一些，你可以发给我们的主持人，我们下一次可以拿出来一些做一些分享。好的，谢谢大家。非常谢谢李老师，我刚才也是听得津津有味。教育的情调这本书我读过很多次，但是听您讲读以后，确实会对整本书的立意和对于日常做教师、做母亲的运用又有了新的理解。这本书里面我看到其实一共有16个小故事，真的像您讲的书不厚，但是用故事也是用现象学的视角把整个的内容串建起来。我自己的体会是，今天其实您侧重讲了其中的第一个、第三个和第九个、第十个故事，就是关于教育的机制敏感啊，孩子的好奇的体验，包括孩子对秘密的体验和孩子怎么感受到我们在这四个章节的部分。所以呢，刚才在咱们的聊天区，老师们也提出了一些特别有意义的问题，他们还是学得很用心的。我也只不过是代替他们和您去再做一次简单的一个交流，好吗，李老师？好啊，好。一个呢，其实是在您后面最后的一个部分已经点名了，大家真的是对于教育现象学的这个新概念非常非常的感兴趣。您呢也做了一个简要的说明，
我呢还是想帮大家再多问一问，您会觉得是说关于我作为一个普通的一线老师，或者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家长，我去学习教育现象学，它对我跟儿童相处的哪些方面最有帮助？好的。其实啊，这个去了解现象教育现象学啊，或者说实践的现象学的时候呢，最有帮助的就是说呢，可以让你形成一种比较良比较好的一种生活态度，形成一种比较临场的这种机制和敏感。我们很多的时候啊，我们的研究我们的工作跟我们的生活呢是脱离的。其实啊，教育现象学呢，它就是一种生活的态度，是一种这种生活态度的形成呢，就是我们把我们的这个频道调到了去关注对方的这个生活体验，英语叫做 tune in to the lived experience， 就是调到这个生活的这个鲜活的生活体验频道上去，然后呢，我们会形成一种比较良好的一种聆听的艺术，这个是吧？就能够耐心的听别人讲完，然后去感受他的此在，他此刻究竟是怎么的，怎样一种体验？我应该怎么做才能够更好的与他能够和谐的相处？所以我觉得是在这方面会有些好处的。嗯，明白了。我刚才其实也在去思考，因为咱们的这本书的第十个故事就是关于是孩子怎么感受到我们的在，所以其实这个在的状态，那是不是意味着是说，其实这个教育现象学的运用是比较妥当了？因为能让孩子能感受到是说我是在那个现场，在那个当下。嗯，是的。前面我也讲，也稍微展开的讲了一下这个在，就是说，如果我们形成了这种敏感以后呢，那么你对这个在就不是那么简单的去理解了，你会体验的更深，对小孩体验这个在会更加的去从对方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了。我们经常跟孩子讲是说人在心在，可能我们大人也要先为他们做出这样的示范吧，身心合一的在那个当下里面去。对，那第二个问题呢，其实是刚才你也提到，就特别用了很长的时间，我觉得很有意义，讲到了关于儿童秘密的这个话题。嗯，我看到聊天区下面有非常多的书友对这个话题非常感兴趣。那我们知道是范梅南先生，其实除了《教育的情调》这本书以外，也刚好有一本书，也是在咱们的这个辅助导读书目当中的，叫《儿童的秘密》。是的。对，所以其实我特别想请您再跟大家分享分享，您觉得这个《儿童的秘密》和《教育的情调》，秘密和情调之间的关系。而更关键的是，因为我自己的孩子比较小，小龄的孩子他有一些秘密看起来是非常可爱的，但是我也知道是说孩子总会长大，尤其像您分享的，当孩子进入到了半大不大，或者我们说叫进入青春期的那个状态的时候，有秘密了，我作为家长，我作为老师怎么去处理或者怎么去看待他的秘密，是一个比较妥当的状态。嗯，是这个关于这个秘密我前面已经讲了一些啊，先讲这本书吧，就是《儿童的秘密》这本书呢，我当时去加拿大之前已经是英语的副教授了，也是外语系的系主任，在南京的一所重点大学。去了以后正好呢，范梅南这个项目还没完成，他是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叫做就是关于秘密自我认同或自我的重构，对自己的自我这个秘密对自我的认同和自我重构这样一个很大的项目，是拿了这个加拿大叫做 Shark Project， 就是一个社会基金，在加拿大是最高的一个，接近尾声了。我跟他一块我就参与了进去。那个儿童的秘密这本书呢，他在研究秘密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很多的一些关于这个秘密的体验的一些故事，同时呢他会更加深入的去解剖去解构，你知道建构主义还有解构主义是吧，建构呢是把它建起来，解构呢是把它拆掉，把它拆得体无完肤，把整个这个建筑把它拆掉，在拆的过程当中呢去批评，去批判这个批判那个，这就是解构主义。那么还有后解构主义，后解构主义呢，解构主义呢是把它解构之后呢就不就要还要重新建构，那么后解构主义呢是把它解构之后就不见了，就把它立了这个体无完肤。那这个范梅南在这里呢，就在最后的这个儿童秘密的后面一部分呢，他就会讲到，就是说现在我们对儿童秘密的一些认知
一些理论，它里面存在哪些问题，去做一些解构，就这个意思。然后呢，重新呢，让我们去希望我们去关注儿童的生活的体验，对秘密的体验，从那里面去追寻，去寻找这个教育和我们这个心理以及社工方面的那一些好的一些维度出来，是这样的。那这个儿童的秘密这本儿童的秘密就是跟教育的情调是什么关系呢？就是如果我们对儿童的秘密的这种体验非常关注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你一定是带着一个非常关爱关注的一种心态去理解它。这个时候呢，你跟小孩之间你的关系一定是比较好的关系，会形成一种很好的一种氛围。所以我说这它应该是一种促进作用吧，是会形成一种很好的教育的情调啊。像我们这个强迫小孩要一定要告诉我什么什么什么，或者你不告诉我我就悄悄的去看，那没有这种氛围，你的教育教和育是不会发生的，可以这样理解。嗯，我非常喜欢您最后说这个教和育的发生是彼此留空间，可能是共同去护持这个秘密的过程。那其实我也是挺想请各位书友在接下来的阅读当中，一个是去关注范梅南先生《儿童的秘密》这本书，也再去谈及自己在日常生活中跟孩子跟学生去相处时候对于秘密处理的小故事。那另外一方面呢，最后一个问题，其实我看到这个聊天区里面有些老师也很关注，整本书里面多次提到了关于作为一个教育者他的机制和敏感性，对，所以也特别想请教您，是说我作为一个教育者，无论我是一个家长还是一个老师，如果我也很希望我自己能够保持着对于孩子对于教育现象的敏感和机制，我从哪里可以学习呢？它是可以学的吗？特别是对于一个新入职的教师来讲，我可以从哪里开始起来培养我自己的机制与敏感性的建立呢？好，好问题，这就是我们涉及到了我们就是说的，我们如何去培养我们老师的这种教育的机制和教育的情调。有些人，我们经常会听到有些人会说啊，这个好的老师呢是天生的，这个还有一些人呢，他天生的就这个关心体贴他人，会注重他人的感受，会有一种特别的聆听的艺术，会听别人说完，仔细的去听，包括语调语气，然后呢去感受他的真正的体验，然后呢这个时候才去行动。说是天生的，这个如果是天生的话，那我们这些教师教育者就没有用了，就不需要去做了，是吧？教育现象学呢，他的答案是否认的，是否定的，就是说是可以去养成的。其实呢，只是我们有时候我们看得多了，见得多了，然后呢被那些理论框架，被那些成见，被那一层一层的我们成长过程当中的种种的文化知识理论的框架给框住你了。那你在想问题的时候呢，你是带着这个框框去看的，所以在阻碍你。所以现象学的教育现象学的这个视角呢，他就希望你能够去拨开这些，不要去想它了，去把你的这个前见，把你的成见先要抛开，那些理论先抛开。这个我知道，刚前面我就说了，这很难的。所以呢，这个需要呢，就是要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去把我们的这个思想啊，调到那种生活的体验那个频道上去，要多一点去想一想生活的体验，然后想一想我该怎么做，在这个时候对这个人或这个孩子才是最恰当的了。当你这样想的时候呢，你就开始在不断的质疑你的观点，你的立场。这就像那个剥洋葱皮一样的，这个做现象学里面有句话，就像剥洋葱皮一样，那个斯皮尔格就这样说的，就是你在追踪生活的体验的时候呢，就像剥一层层的洋葱皮，你剥开一层，你发现这一层呢是我从小到大受的一个教育，再剥开原来是我的又一个什么理论框架，因为我经常在学的是一个物理的这个框架，所以我在看问题总是这样的看的，再一剥开一下又发现一层一层的，结果剥到最后的时候呢，你可能看不到你的最原初的体验是什么，比如说秘密的体验究竟是什么，可能真的没看到这个体验本身，但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到很多很多很多阻碍你去包裹你
去框住你的一些东西，然后你才慢慢的去想一想我该怎么去才能做最好。那么新入职的老师我觉得也是这样，就是说我们学了很多的知识在当老师之前，但是其实我们新老师真的要注意一点，其实好的老师最主要的不是知识，我刚才也说了，那个教学的黄金原则呢，是你要理解你的学生，要认识你的学生，要跟他们建立好良好的这种教育学的关系。这种教育学的关系在教育的机制另外一本书里面我们就说到，它像是一个师生，像一个父母跟孩子父子关系，这个母子关系，又不像朋友关系，又不像，是一种教育学的关系，然后建立好关系你才能够有发生的，大概是这样一个方向可以来展开，我们的老师应该慢慢就会好，但这个没有技术化的手段去做的。谢谢。的确我也再次感受到了，是说每一个老师无论他的年龄的新旧，职业经验的高低，如果能够保持着那个对孩子的好奇，在每一个与独特的孩子独特的场景的那个当下，可能就会慢慢建立起那份独有的教育学的关系。因为咱们都说教育本身就是人和人的相处的过程。真的是非常感谢李老师。其实我自己也是一样，就是听的是津津有味哈，但是我相信很多书友和我应该也是有同感的，是说很希望李老师多讲一讲，只是由于时间的有限。但大家呢不用担心，因为在我的屏幕上面你们应该已经看到了，是说咱们整个的书友的这个导读呢是每一季精读一本书，咱们这一季呢就是教育的情调。今天呢是进行的第一次线上导读，接下来两个月呢会在微信群和线上的方式，通过学校自读共读的方式推进。我们特别希望本身的与书相遇也能把您自己的故事融入其间。而之前我们跟李老师在沟通的时候，李老师刚才跟很多次在介绍当中跟大家提过，是说特别希望能够看到大家，我们每一位书友，每一位老师，当然也是包括您作为家长，跟孩子跟学生相遇的这些小故事。我们会放在6月30号再邀请李老师回到线上，就针对咱们书友自己生活中的故事去探讨里面蕴含的对孩子的好奇、智慧以及敏感性。那刚才也跟大家介绍过，李老师有提及，其实范白南先生本身除了教育的情调以外，还有若干本与孩子与教育现象学相关的著作。他其实说过一句话，他说教育就是迷恋他人成长的学问，这句话对于我自己对于教育的理解极有意义。所以我也会推荐学有余力的老师、真爱书友们可以去，如果你对现象学感兴趣，可以去尝试多接触一些他的这些内容，可能对于您开启对于现象学，当然最重要的是对于跟孩子的教育学关系的建立，应该是很有触动的。我们也特别欢迎您可以把这些心得去分享给大家。那在我们整个的季度阅读当中，除了范白南先生的著作以外，我们也增加了关于全世界都想上的课和孩子心中的课堂两本不同视角的角度。他们都回应了在课堂里面，在与孩子相处的时候，我们去营造一份什么样的师与生的关系，什么样的教育学的关系。我们也很推荐大家可以除了我们的主干书精读书以外，也去做补充性的了解和学习。那这里面呢也为大家列出了咱们全年要去读到的12本书。如果各位老师对于书籍的购买有一些需要，我们在聊天区的下方和现在的屏幕上面都有链接。除了这个书籍的推荐以外，目前呢各位老师应该都已经加入到了我们的微信群里面去。在群内我们也会安排了整个的导读，然后读书圈分享等等活动，希望可以跟大家开启一段非常非常不一样的共读的旅程。我们因好书与真爱书友。而同时如果您的学校本身已经在真爱书友的数量上达到了10人，我们也特别希望能够提供一个支持，为学校的一位领读人提供在线的这样一个培训，能够支持各个学校把咱们在地的参与式读书会兴办起来，真的让读书深刻到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老师、每个班级、每个家庭的生活当中去。那也特别欢迎大家就着今天咱们已经开始读的教育的情调这本书，对，我自己也特别喜欢这个封面的配色和配图哈，对，可以把您工作生活中您做老师做家长跟孩子相处的最难忘的小故事用群打卡的方式与我们分享。我们在未来的2个月当中也会从中挑选最有代表性的一些故事，并和您联系，
作为6月30号再请李老师回到直播间的时候为咱们分享的具体的故事，从我们的身边里面去挖掘这样的教育的智慧与机制。所以呢，因为真爱书友会我们共同爱上阅读，其实也是为儿童素养教育计划的阅卷人的这样的一个服务的回馈。如果各位老师在之前还没有来得及去完成阅卷，可以联系现在在聊天区下方已经发出的我们的二维码，就是我们的读书小助手，他会帮助您和支持您完成这样的补充的程序。儿童素养教育计划呢，是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发起并多年进行的教育公益类的项目。那恰好两天以后的4月25号就是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我们首次在线在哔哩哔哩 B 站进行的年报发布会，我们的聊天区里面也为大家放了这个收看的地址，非常欢迎各位真爱书友各位真爱家人有机会可以到线上去聆听我们为孩子做的素养教育的发展，也从中找到我们自己进一步阅读的意义。因为我相信为己读是扩大视野，为人读是建立圈层，但是与我们的孩子共同成长真的是读好书遇书友遇见真爱与梦想。那好，今天我们的活动呢也就告一段落了，非常谢谢李老师，也非常谢谢各位书友的陪伴。那也先请李老师和各位全国的真爱书友说晚安喽。好的，大家晚安，我们下次有机会再见。谢谢李老师，大家晚安，祝大家好梦。教育是什么？教育的目的又是什么？我不想去上学。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如果孩子的起跑线在这里，那么孩子的终点线又在哪里？如果分数和名次是评价孩子的标准，那么金钱和职位是否就是判断大人成败的依据呢？分数不等于成长，学历不等于人格，如果不能快乐，教育又有什么意义？2008年，真爱梦想诞生在上海，金融机构和上市公司的专业管理者投身公益，致力改变中国素质教育。2014年1月，经民政部门批准，转为地方性公募基金会。真爱梦想，如何实现一个真实的梦想？公开、透明是公益组织的基石。这是一家按照上市公司标准披露年报的公益基金会。每笔善款的来龙去脉，小到一个5块3毛钱的插座，大到一个8200元的投影仪，完全对外公布。真爱梦想连续4年荣登福布斯中国慈善基金榜榜首，不是因为我们有多富有，是因为我们真的很干净。做中国最透明的公益基金会，不就是我们最初的梦想吗？有真爱，所以蛮拼的。成立以来，真爱梦想在全国31个省市生根发芽，建立3319所梦想中心，开课教师达90188人次，覆盖360余万名师生。这一切是我们仅有的112名全职员工拼出来的。我们拼速度，我们拼效率，然后看到越来越多的人跟我们一起向前奔跑。谢谢你们，给了我们一个一直拼下去的理由。有时候帮助别人并不简单，慈善有很多种，我们选的可是技术活。真爱梦想致力于发展素养教育，促进教育均衡。哇，听起来好难啊。不错，因为不容易，所以要更专业。真爱梦想针对1至9年级义务教育，为学校校本课程制定梦想中心素养教育解决方案，通过硬件加软件的一体化方案形成4P 合作模式，联手推动当地素养教育进步。如果说每个孩子都有无限可能，那么请你和我们一起发现，共同创造那个自信、从容、有尊严的未来。真爱梦想。
读书不仅可以获取广泛的知识，陶冶情操，还能放松休闲，缓解焦虑，调节情绪，与孩子一起读书，既能留出一些时间与孩子共处，又能要求自己养成读书的习惯，一举两得。对于我来说，读书也意味着和这个世界更加美好的融合。有人说，我不能改变环境，不能改变别人，但我可以改变自己。我深感认同。那读书，才能不断的自我革新。我本人几十年来坚持读书，凡有空闲处皆在学习。通过读书可以让自己的心灵与世界对话，与自我对话。我也看到身边的许多人通过读书改变了命运，梦想从学习开始，事业靠本领成就。作为老师，我要远离无知；作为妈妈，我要读书给孩子听，让孩子幸福，因此我选择读书。作为一名语文老师，我期待我的孩子们能因为读书而心灵澄澈，眼睛有光。作为一名校长，我期待我的老师们能因为读书而学养深厚，精神明亮。教师专业发展的路径很多，我认为最持久、最扎实有效的路径是阅读。阅读是教育师专业发展的源头活水，是门槛最低、投资最少的一种自我提升方式。教师通过阅读可以成为研究型教师、学者型教师，在专业上建立自己的园地，在精神上拥有自己专属的空间，防止陷入职业倦怠。我期待真爱书友会能够成为读者朋友，尤其是广大教师共同成长的平台，成为推动全民阅读和教师专业阅读的一支重要力量。希望参与书友会的每位朋友都能享受阅读带来的无限幸福。我的期待是有更多的教师因为真爱书友会而真正爱上读书。读书改变教师，读书改变教育。我期待借助真爱书友会这个平台，遇见好书，遇见名家，遇见来自各地的热爱读书的朋友们。来，来吧，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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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真爱书友会等你。读书不仅可以获取广泛的知识，陶冶情操，还能放松休闲，缓解焦虑，调节情绪，与孩子一起读书，既能留出一些时间与孩子共处，又能要求自己养成读书的习惯，一举两得。对于我来说，读书也意味着和这个世界更加美好的融合。有人说，我不能改变环境，不能改变别人，但我可以改变自己。我深感认同。那读书才能不断的自我革新。我本人几十年来坚持读书，凡有空闲处皆在学习。通过读书可以让自己的心灵与世界对话，与自我对话。我也看到身边的许多人通过读书改变了命运，梦想从学习开始，事业靠本领成就。作为老师，我要远离无知；作为妈妈，我要读书给孩子听，让孩子幸福，因此我选择读书。作为一名语文老师，我期待我的孩子们能因为读书而心灵澄澈，眼睛有光。作为一名校长，我期待我的老师们能因为读书而学养深厚，精神明亮。教师专业发展的路径很多，我认为最持久、最扎实有效的路径是阅读。阅读是教育师专业发展的源头活水，是门槛最低、投资最少的一种自我提升方式。教师通过阅读可以成为研究型教师、学者型教师，在专业上建立自己的园地，在精神上
拥有自己专属的空间，防止陷入职业倦怠。我期待真爱书友会能够成为读者朋友，尤其是广大教师共同成长的平台，成为推动全民阅读和教师专业阅读的一支重要力量。希望参与书友会的每位朋友都能享受阅读带来的无限幸福。我的期待是有更多的教师因为真爱书友会而真正爱上读书，读书改变教师，读书改变教育。我期待借助真爱书友会这个平台，遇见好书，遇见名家，遇见来自各地的热爱读书的朋友们。来，来吧，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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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真爱书友会等你。读书不仅可以获取广泛的知识，陶冶情操，还能放松休闲，缓解焦虑，调节情绪，与孩子一起读书，既能留出一些时间与孩子共处，又能要求自己养成读书的习惯，一举两得。对于我来说，读书也意味着和这个世界更加美好的融合。有人说，我不能改变环境，不能改变别人，但我可以改变自己。我深感认同。的读书